高雄小林社区大武龙族人在自家前后院种植月桃叶、苎麻、蜃蕨等植物，这些都跟族人早期生活息息相关。像是苎麻根可以当绳子固定花环，或是用梧桐制作成绑牛的绳子。那青铜啊，较早阮床脚拢去做做牛锁啊，迄白牛的牛锁啊。这安尼用开有无？有皮，这个皮，这个皮白。这个皮白这啦，有无？白阮这啊，吼安尼啊，盖用呢，这盖用呢，安尼啊。除了生活用品，大武龙族记忆文化中可以看到族人头上佩戴的花环，就是用蜃蕨搭配鸡冠花编制。这次小林社区族人特别在永久屋复耕民族植物，希望在新的环境传承长者的自然智慧文化。永久屋它毕竟是一个新的环境，那我们希望把原生的植物种在永久屋里面，然后再结合一些传统技艺的学习，然后让我们的族人去了解说，早期我们的植物就是运用在这样的传统技艺里面。大武龙族人虽然离开家乡到山林永久屋居住，但族人重新找回家乡记忆，也让传统文化与智慧得以保存下来。袁杰怎么资本的 Guy 高雄山林采访不到。